想想，你这个也要拍吗？对，拍一下。你干嘛讲人家的名字？你要说帅哥老公。帅哥老公。我老公超爱吃甜不辣，我都不知道为什么。这一家叫做灯笼卤味。超红的哦。我们这个。那你说它很有名的是什么？拍食物不拍脸的。你说他的招牌是这个、啊？对，三个人吃三碗，只有食物没有脸 ，OK？ 那姐，你最喜欢的里面的一道菜叫什么？我最喜欢王子面，因为太便宜了。你知道这王子面卖多少钱吗？15块钱。啊！你看台北去哪个地方找10块钱的卤味？嗯哼，你不觉得很厉害吗？很厉害，10块钱的王子面，你们要吃水晶饺吗？试试看哦。给你吃一颗。水晶饺是你最喜欢吃的。对啊，我看一下。他从小就喜欢。哎，妹妹，你居然知道我喜欢吃什么？你屁股有几根毛都知道。你都偷窥我。走到哪里都要点水晶饺。你怎么知道？你要吃戴牙套也要吃水晶饺。哇塞，我妹好了解我。姐夫要戴牙套，然后还要吃水晶饺，然后卡在那个牙套里面。所以你后来矫正过吧？他矫正过啊，他跟我弟花最多钱，在牙齿上。啊，应该妹妹应该什么都有。那还有这个吗？哦，心经掌口面是一个。哦。然后那个什么豆腐，这个口面是。我还要配料，不过我这筷子是干净的，妹妹放心。我不在乎。不过你像空心菜、竹笋都没有。对啊，他的王子面高丽菜比较多一点。好了好，现在我知道你要吃高丽菜。好。好。没有空心菜好吃吗？你要吃王子面的时候就不用。